陶公公，实不相瞒，此次来找你还有一事相问，还请陶公公知无不言。请讲。陶公公，你可知道另外半张侍女图的下落？嘿嘿嘿嘿嘿，天魔道长真会开玩笑，我怎么知道那侍女图的下落呢？那这犬妖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来找你呢？这之前我也说过了，我也不知道。 这犬妖为什么找上我来了？怎么，难道这犬妖和这侍女图有关系？说什么犬妖复仇，这些其实都是幌子。我怀疑这犬妖的背后是有人控制的，而且目的就是侍女图。不会吧？那也许是犬妖认错了人了，而我也纯粹是运气不好罢了。 陶公公当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不敢对天魔道长隐瞒的。好，那小道就先告辞了。告辞。宁妃呀，最近很少见你出来透气，你肚中怀有龙子，得时常出来，让宁儿接受一些天地之气才是。皇后说的是。 只是近日宫中犬妖横行，臣妾这心里啊，实在是有所忌惮。哼，这犬妖啊，还停不下来了。听说这几日好像又死了几个厨子。略有所闻，好像有几个下人已经遇害了。死几个下人倒是小事儿。 我呀，老是觉得犬妖行踪不定，不知道他后面会害谁。听说这案子一直是天牧童在负责，也不知道负责的怎么样了。别提那个天牧童了，他仗着太后给他撑腰，泄于查案。如果我们不逼他一下，指望他破案，怕是遥遥无期呀。皇后，您的意思是，你与我一同去见太后。 令天牧童限期破案，如何？您的意思是让我去逼迫太后啊？哎，这哪是逼太后呢，是给天牧童点压力。你也不想每天担惊受怕，不是？可是，你不为自己想，也该为肚中的孩儿想想。好吧，那臣妾就同皇后一起去见太后。 臣妾参见太后。免了，谢太后。宁妃，近日身体如何？你出门行走可得小心你的肚子。谢太后关心，臣妾小心着呢。你们来，不只是看看我吧。太后，最近这些时日，宫中犬妖出没。 弄得大家都心惊肉跳的。是啊，太后，天牧童说查案呢，也不知道查的怎么样了。昨晚呢，我听说后宫又出事了，再这样下去还怎么得了？我这也催着呢，刚刚还问起他们情况来着。光催可不行啊，太后，总得给他们个时限，要不然他们一点动力都没有。宁妃啊。 你说呢？皇后所言极是，这提心吊胆的日子总是越短越好的嘛。嗯，好，就按你们说的办，给他们个期限。谢太后。天牧童，天牧童。啊。 天牧童，天牧童，啊！你别过来啊！千万别过来！小蘑菇，是你吗？是我，你快走吧！你师傅呢？我师傅不在，你快走，别过来！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师傅要搞什么鬼啊？我偏要过来！哎呀！你干嘛呀？你吓死我了！ 千万别过来啊！不要过来！别过来！
你是找我吗？喂，你们搞什么鬼啊？你去哪儿了？出去透透气儿。好吧。哎，你想要对付犬妖的办法了吗？公公非但没有要责骂你，而且他现在还十分关心你的伤势。我已经答应了陶公公，等我的事情办完之后就带你出宫。你总是这么下去，一定会出事的。嗯，那就好。师父，你说那个犬妖是公的还是母的？从这形态上来看，应该像是公的。那他们吃的就是母的。然后把公的给惹急了，公的来报仇来了。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？有道理。哎，师傅你给师傅，我动不了啊，师傅。明天下面能你明天能再能你行。你见过天目童了？见过。他对三日破案期限有何反应？没有任何反应。不过他好像察觉到他所有的行踪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他开始怀疑你了？现在应该还没有。我当他有多聪明呢？我们不妨就给他三天。三天之后，看看天目童怎么应付皇后那帮人。这弟兄们的烟酒钱我可以理解，这生理卫生费是个什么意思？他们找姑娘也要我出钱啊？这个接着往下念。差旅费白银501两，还有好了，这个呢不用念了，我都清楚了，就两个字，花钱如流水啊。谁叫咱三爷人多势众，财大气粗呢？这个话我爱听。你呀，就剩下这张嘴了。三爷。咦？有意思的东西来了。这蝴蝶有意思，三爷，你让天木头给咱弄点纸人，以后兄弟们的烟酒钱可就省了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要不我让他这纸人替你站站柜台。三爷高明，这样最好了。那我要你干什么用啊？
重口味呀。三爷，这上面写的啥呀？来，把纸上的东西准备一下。先毛阳起时，阴阳祸。哎，这可都是催情的东西啊。三爷，他一个道士要这些东西干啥？你问我呀？接着往下看。哟，八青母狗尿一泡，这上哪儿弄去啊？要不我去找。嘿嘿，三爷，这哪里的话？那我去了哈。哎，哎呀，于大人来了。不起来，不起来，坐坐。于大人，您也坐。好。于大人，你看，我这不方便，你还来看我，我没什么好招待你的。你，小小年纪就如此伶牙俐齿啊！你师父呢？我师父闭关着呢，你要找他有事，我去叫他吧。啊，不必了。修道之人最忌讳在闭关的时候被人打扰了。是，于大人懂得还真多，你真善解人意。你是怎么受的伤啊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被犬妖咬了一下屁股吗？我也正是为此事而来。这犬妖案的调查进展如何呀？那个犬妖每次抓他的时候都知道我师父的行踪，不好找。太后那边就给三天期限，我师父闭着关想办法呢。等你师父出关之后，你替我给他带句话，就说太后那边我来想办法对付，让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好。真的吗？行，那谢谢于大人了。好了，我走了，有空再来看你。慢走啊，于大人。不急不急。对了，小蘑菇啊，这个玉饰是我求来的，能守正辟邪，送给你戴在身上，再见了犬妖就不怕了。啊，于大人真好，送我的。嗯，从来没有一个大官会送我东西，谢谢于大人。难得你小小的年纪心里边想着皇上，值得嘉奖啊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嗯，于大人慢走。嗯。哎，宝贝儿，快呀，乖乖乖乖，快尿啊，快快快，尿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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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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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臭小子，拿好了，把这东西带到宫里，交给咱们自己的人，让他转给天目童，千万别出娄子，这东西来的不容易。知道，从您嘴里捞的。肯定不容易啊，臭小子。天目道长，天目道长，宫外有人给您带的东西。多谢公公。哦，对了，这里有些碎银子，有劳公公了。
云姑娘来了。这大晚上的找我干什么呀？哼，我们今天晚上就来一个月夜捉妖。妖呢？只要我一召唤犬妖，它就会出现。信你才有鬼。什么鬼？道具。哼，还有道具呢？这什么味道啊？催情粉。催情粉？你一个道士，我……我带你看个地方。我……你这招到底管不管用啊？自然管用。这世间的活物全都逃不过食色二字，犬妖哪有那么厉害啊？乐平公主，天木道长。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猜您跟云指挥在一起，就向云指挥的手下打听了你。公主，这里很危险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。有你在，怎么会让我有危险呢？这犬妖可是随时会来的。我不怕。公主还是回去的好。犬妖，他是谁？是那个失踪的小太监。这回可好了，连找到幕后主谋的条件都没有了。云姑娘可真是厉害啊。天木道长好厉害。哇，天木道长，犬妖真的死了吗？我好害怕。好爸爸，犬妖是如何被天木童引过去的？你为什么不提前向我通报？我也是才知道他熬制了催情药粉，引得犬妖性情大发，所以才控制不住。可恶，真是世风日下，现在连道士的手段都这么下流。现在犬妖死了，还有半张图下落不明，我们该如何打算？犬妖虽然已经死了，可犬魂却被我收了回来。我们现在手里还有一只犬妖，为我们所用。而这只犬妖，也是天木童最难对付的。
于大人真好，嘿嘿嘿嘿，你不能住这儿。我为什么不能住这儿啊？我小宝辜负母母的，好不容易捡来一条命回来，师父又不要我，还不让我在这儿住，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上辈子是欠谁的了？我师父，你看什么？真是奇怪，你怎么能流这么多泪水？不，因为我伤心吗？伤心是什么？伤心就是那种特别迷茫，心里乱乱的，然后没有安全感。声音哥什么位置？我吹，我一脸。你不要太远就行。行行行，风往哪边吹？这样行，有。你别吹我一脸啊，大哥。风盖着草，我管不了他。好吧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高度行吗？都睡我好多。高度行吗？把人举一下看。嗯，好，可以。再靠一群下呗。来，这边来了，开始。再来一下。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，这爱恨的漩涡谁破？若是过